院长林深秀每远路由台北来皈依圣德堂，你为何从那么远来呢？林深愿随仙佛学道。院长，你想死里逃生吗？身体如何？林深，医师说我患有重症。院长，你有慈善心，诸仙佛自会暗中助你解消病业，但你要有始有终。至纯遇事气不能平，常发无名火，不能忍，一气就头昏，全身难过，如何解开魔难？院长，气死了，痛快了，你选择哪一种？气为神之病，痛为肉之病。修道人要平心静气，损失一些有形东西虽痛苦，但看得开就快乐些，你要选择后者。此病叫痛快，此痛很快就消失，不痛了。气痛如气球，几天才能消气呢？你虔诚学道，立下不少功果，但性质不知转弯，所以常常碰壁，以改进之。詹深，从我学道以来，有今天学道的机会，应感谢恩主公的恩惠和慈悲，给我迷中极悟机会，吃素化解万缘的果因，自私永怀着慈面慈心，抬头挺进，大转法轮。我自修道学道已好几年，一切很好，也很圆满，但去年有一场外考，但幸我有一颗坚强和坚定心，谁知又来了一场模考加考。我想我心自有佛，我佛是真佛，我若无佛心，何处觅真佛用智会来应村，用我坚定心度过风浪，求院长慈悲开示一条路好吗？院长，沾身树德，你善根好，功德多，加设了考试院、仙姑班、女子大学，努力应考。修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不要丧志。无形的道果几劫在高山上，近日迁居山上，树德、圣德都是美德，好好修吧，以后我少出题就是。詹深，感谢院长慈悲开示。院长，你们大家受考了，很辛苦，刚才考大家，大致说来还不错。这次天上大学扩大招生，只要亲身报名参加，天堂即已为你挂号。好好自修，准备应考，只要抱着一颗诚心，怀着满怀信心，来到这个大考场，只要品行好，就先给你60分。其他智慧学时一件件为你加分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希望世人不要弃权，上天大开普渡，选拔贤良众生。平常阅读圣德杂志，这是一本修道参考书，你们后日可以将书内这些资料做篇考试答案，院长一定打勾加分，把你们调到天上来。祭佛圣德堂这一场考试到此圆满结束，大家战战兢兢复考，都有很好成绩，为师也乐了，一定给你们多加几分。恭送考魔院常回天回百分之加加加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。圣道旅程571 DHTML 009第九回讲师说法，莲花栽至海，佛香无言，神光照灵台。010第十回中秋佳节，师徒同赏月，圣地风光，
不带别有天。011第十一回禅师说法，点心宴道客，活佛谈天，素食聊冲击。弥勒化身的布袋和尚。加加加09第九回讲师说法，莲花栽至海，佛香无言，神光照灵台。济公活佛降岁次，壬戌年七月念四日，1982年九月十一日。诗曰：天气转冷，岁入秋，人心向上善应修，三千功果忙中得，数十年华醉里修。祭佛，七月即将过去，八月中秋渐渐临头了，脱去的衣服一件件要再穿上，世人的俗体浑身充满了贪火、嗔火、欲火，说来真是热情万分。既然抛弃了端庄道衣，因此处处露出丑相。走在大路，我看见一个人赤膊上身，我问他热吗？他说太热了，以前用竹扇，扇有凉风，今日用电扇也扇不凉。我的心头火气太大，灵气也发挥不了作用。看满街小吃摊上都是甘蔗汁、绿豆汤、青草茶、百香果、柠檬汁，这幅景象可以显示现代人火气有多大。人们脱去了道德的礼仪，所以到处充满着犯罪行香。哈哈，世人心火太盛，勇猛前进，造成今日社会风气日渐下坡之现象。今日无极圣德堂在这热衷名利社会中，担起调和正气、劝化人心工作，可谓任重道远。愿众生速上法舟，勿再在红尘流连忘返，每人将自己道德礼衣穿上，做个道德君子，才能与天地合其德，使不愧身在东土呢。扬身上莲台，准备著作圣道旅程。扬身遵命，今日我们要往何处去呢？祭佛，处处有道，只要抱以佛心，处处是道场圣道的旅程，是无远福界。今日我们将访问一家佛堂。扬身甚好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。祭佛，已到了。扬身，这里好像是一座佛堂。祭佛，是的，有众生之处就有佛堂。扬身，如何说呢？祭佛，众生为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即三佛于一身，所以众生住卧处即是佛堂。扬身，恩师说得妙，但此处供奉了佛像，有许多人在此处听讲佛法，是否称为大众佛堂呢？祭佛，这里是众生比较多的佛堂，可以称为大众佛堂，一般家庭只是少数几个人，可以称为小佛堂。如学生在学校求学为大学校，回家以后家长教导学生温习躬身写字，家庭也是一间小学校。扬身，那么在那一个佛堂才能学得真道呢？祭佛，在此曰学道，在家曰修道，在外曰行道。扬身，这又怎说呢？祭佛，我们来到佛堂先参加吧。正殿将军、司礼神已捧茶前来了，我们师徒在此抬杠有些无礼。扬身，实是将军，欢迎祭佛及扬善生驾到。扬身，岂敢。
观今日随师来至佛堂，向诸仙佛叩首参驾。祭佛，你是拜偶像还是拜法香？杨生，我一齐敬拜。祭佛，怎么说呢？杨生，佛香虽是纸张瓷器所作，但栩栩如生，好像真佛。如果没有这些道具，这个道场也不能成立，何来众生呢？当然道具之后尚有真佛的法香，在那里运转乾坤，普施佛法，才能使众生产生感应共鸣。何况一切经典也是一本相簿，记载古圣经贤的圣迹，借此领悟其天机。昔日世尊上对枯骨礼拜，我对圣香敬拜更是理所当然。祭佛，如果真佛不在呢？杨生，那么我也没有损失，是对自己的天真佛行礼呢。现在讲，台上的讲师正讲得津津有味，佛光四射，口沫如莲池，朵朵莲花飞到在座听众头上，每人头上有不等量及各种形状的莲花，这就是仙佛现身说法呢。但为何会产生这个奇景呢？祭佛，哈哈，你听过大师说法口吐莲花吗？这些奇景俗眼是无法看到的，今日你初睹此景，所以觉得不可思议。现客讲师正在说法，在场听众灵台至海中，如果集中精神吸收真经妙理，在他的头上自然将讲师口里的莲花吸收在头上脑海里。扬声，奇妙奇妙，但莲花有的是小朵，有的没开，有的多朵且大开，这表示着什么含义？祭佛，有些听众迷迷糊糊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头上怎能栽莲花呢？有智慧又注意听者，丈六金刚头上开花，听懂的全开花，半懂半开花，不懂不开花，这也是莲台宝位的化身。杨生，恩师一这么说，弟子人尚不解其意。莲台不都是坐在下面，今日看见莲台浮在头上，真是莫名其妙。祭佛，哈哈，莲台坐在下面不是没卫生吗？顶在头上开花才是新花，莲台是修道的正果位。扬声，那么诸佛坐在莲台上又作何解释？祭佛，诸佛菩萨心性一尘不染，到那时候可以将头上莲台拿来坐下，上下已经没有关系，他们现客还是俗人，所以先坐时莲台。扬声，原来如此，今日来此未听讲师说法，却听恩师一段法语，但为何恩师头上没有半朵莲花呢？祭佛，哈哈，杨生，你太天真，不记得我们同坐莲台来吗？这个比那个不会逊色吧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访问正殿将军吧。杨生，好的。请问将军，我看您并非武将的打扮，满面温文，怎么能够胜任正殿的职务呢？将军，哈哈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仙佛也不在形相上打转。众生以为将军都是魁梧彪悍，而不知护法金刚虽然会现怒目相，但他对一个修道人却又现和蔼可亲慈容，并加以保护。
我虽名为将军，其实是这个佛堂的护法神，外表温文，里面却是仗六经，则不坏身，让任何外魔不能侵入。杨生听了将军的述说，恍然大悟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将军原谅。刚才将军说你是这个佛堂的护法神，是否能详细将护法情形告诉众生呢？将军，一个佛堂中供奉神佛圣像，供人参拜，并有许多人在这里学佛修道，佛堂也就成了一个学道痛修的道场。神佛有感于众生的向佛之心，亦常令佛堂大放佛光，以消解众生昏暗的业障，使灵性复明。而且一个人认真于修道途中时，三世冤业便来所报，其因有二：一，怕你修道成功往生西方，以后没有机会索取冤欠；二，现在你正建立一些功德，债主趁机要债，这是一件极为公平的事。正如凡间一般，欠了人债务，你一旦有钱时，债主当然赶紧来登门讨债了。但站在圣界的立场看来，众生虽然业债缠身，无形债主可以前来索债，可是这也有一定范围，绝不能让冤坏损害到修道人的灵体。所以我镇守佛堂圣殿，对来佛堂参礼学道者加以保护，免被魔侵。因此，凡是身体常感不适、智慧不开的修道人，应多接近佛堂圣殿，接受佛光普照，无形中可以减轻业障，得到神佛的保护。杨生这么说，佛堂就是一个修道者的保护圈，常接近佛堂就可保平安无事了。将军，接近佛堂，面对圣容，可以令人心平气和，聆听圣训，可以增加智慧，改变气质，佛光普照，可以消冤解业，但并非完全可以平安无事。杨生，这又怎么说呢？将军，你听我分析平安无事的意义。平因人心是否已没有贪嗔痴等起伏不平念头呢？与云心平则道平，心乱则道曲。尘非虚语，故心平则身平，何哉之有？安人心平气和，则神志安稳安详，不急不躁，无有亏心事挂怀，自然平安吉祥，无关无有妄念妄言妄行，不执行相，多找别人好处，少看别人坏处，才能无忧无愁，达至无极领域。是人要无事，才能静心，多事多烦，闲事莫管，切莫无中生有，自寻烦恼。有事办好，无事清心，看淡事情，则事事如意了。一个修道人，如果能够从佛堂中的神佛训示，以及前贤的教导中顿悟自修，潜移默化，那么他在佛堂外一定可以平安无事，来到佛堂中更是无事平安。杨生，将军说的甚为有理，足见您的道行深厚，是否可以自我介绍一下道理呢？将军，说来惭愧，我并没有什么德行可言，但为了度化兄弟姐妹，不揣笔漏，略为自述。我是台中人士，生在一个拜佛家庭小，从小就与父母兄姐们如素，不沾一点荤腥，这也是前世好善乐师，
晚年皈依佛门修道所得的善果，只因前世功德仍未圆满，所以仍需再投胎转世一次。此事于念岁时候，在一次车祸中身亡，而灵性飘飘至天界，以证的有果位。但为普度众生，仍自愿下凡，到佛堂中正殿，在法传礼服务，看到众生们求道后热忱向道，我虽住于人间，但其喜悦的心怀与在逍遥的天上并无两样。这是我的简历，说给杨善生参考。你也是一位道学深厚的修士，年纪轻轻就随记佛著做了这么多部脍炙人口的善书宝典，度化了不少众生，我也无限敬仰。杨生，这是天职，也是责任，只有尽力而为，但望将军多多护法，使圣德的道场能够早日建立起来，以便能度化更多众生乘上法传，这是我的愿望。将军，有道之士，天必助之，你广结善缘，深得诸天器重，相信水到渠成，圣德的慈航已在无极天界初具模型，只要在家修饰加油一番，一定可以遨游四海，广度有缘众生。杨生，感谢将军加冕。祭佛，讲师都要下课了，我们还在这里听将军说法，已打扰甚久，就此告辞了。将军，送驾。祭佛，圣德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家家家十2010第十回中秋佳节，师徒同赏月，圣地风光，不待别有天。济公活佛降岁次，壬戌年8月16日，1982年10月12日。诗曰：凉风送爽好中秋，佳节人群野外游，明月向陪谈道义，草坪盘坐坐慈舟。祭佛，今天是8月16日，天上的月儿比昨夜还圆，老衲将带杨生赏月去，不知杨生喜欢吗？杨生，恩师要带我去赏月，那有不喜欢的道理呢？祭佛，贤徒你昨夜何处去了？先说给为师听听。杨生，昨夜与家人到大坑山上赏月，经过一处干河床，看见一群人在那里燃着野火，喝饮料，录音机放着去思可 disco 音乐，大人与小孩在那里跳舞欢乐。我们路过此的，虽然互不相识，他们却亲切呼唤我们说来坐哦，这里很好玩。我们被这种亲切声音叫动，也就下车参观他们嬉戏玩乐的情景，觉得人生有此欢乐时刻也是非常宝贵。我们带了一些水果饮料，也坐在沙石上谈笑，小孩们放着冲天炮，我捡些干柴燃火，照得四周通明，童心未泯，也跟看大家谈笑呼叫，觉得很好玩，直到探夜才返家。这是中秋夜的日记。祭佛，真是童心未泯，这也是人生值得回忆的片刻。中秋夜，饶富有秋思多情气氛，尤其青年男女无不期待此日，携手郊外赏月，徜徉大自然的月光下。但也有不少青年男女在此时月鬼失足，造成终身遗憾。今日中秋已过，明月更圆，
昨夜是世人赏月，今日我将带杨生赏月去杨生准备上莲台。杨生，我已上莲台，与恩师一同赏月，真是天人同乐，不知恩师带什么好料做点心呢？季佛，你别馋嘴，其实为师也是很馋嘴，这个大好时光焉可放过？你看我袈裟里面藏着一包佛果仙品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杨生，那么要到何处赏月呢？季佛，不远之地。你昨夜往山上，我们今夜在平地找个好地方。杨生，何处是好地方呢？季佛，我们到台中市第四期重化区，这里一片广大平原，我们就在这附近找一块极的，正好是本堂建庙用地，坐下来谈天说的，定有一番趣味。杨生，恩师真是地理师，还会选择极的赏月。季佛，杨生也学会与我开玩笑，老衲岂只是地理师，有人称我是真名师礼，哈哈，老衲又自卖瓜田了，我们出发吧。杨生坐在恩师莲台上，刹那来到一处空旷草地，莲台停在绿草上，为何旁边亦出现许多小莲台呢？这里又觉得很熟悉。季佛，师徒葫芦里卖药，真是妙不可言。为师选了这块极的，特来这里赏月，大莲台为大慈航，小莲台为小慈航，道能生一生二，生三，化万殊，神除一除，莲苗变身，所以修道者要有农夫的精神，一锄一锄的播种耕耘，才有收获。我们就在这里赏月吧。杨生，甚好，来到这块方寸宝地，至善的，虽非灵山上，但这里有芳香泥土，青翠草木，清澈流水，虽然在市中心，也是桃源的。那此的在台中市北屯区青岛路四段撒九号是圣德堂宝殿建庙现址。季佛，杨生说的是，不论处在什么处地方，端看人的心智是否有真心，如能将双脚所踏的一步土地铺平踏实，则不论你在时磨地方都是脚踏实的，为净土上的一个道人。人生旅程虽然吃些亏，退后几步往往能逃过许多灾劫，所以输赢成败有时是在微妙中分别出来。杨生，请恩师赶快取出好吃的东西，我们边吃边谈，不是更有味道吗？季佛，好啦，我由南屏山采来了一些水果及甘露法水，也带了一瓶济公酒，来喝一杯吧。杨生，很早不是听说恩师已戒酒了，为何又带酒呢？季佛，这是我自制的酒，喝了不会醉，没有关系。杨生，私自酿酒是违法，您怎么能够酿酒呢？季佛，哈哈，天上不比人间，我所酿的酒是用天水为原料，经火候加热，清风熏陶，日月照射，日积月累而成的美酒，永不变质。这种在灵界地方吸取天雨的漏而成的酒，虽名为酒，实在是甘露茶。杨生，原来如此，害我紧张一阵子。季佛，来来，月下分享这些清新可口的水果吧。杨生，哦，好吃，这好像是梨子，
是念世纪离吗？祭佛，你们只能吃到念世纪的东西，天上已是念一世纪了，所以说人间好，天上至好。天界都是早人间一步，因为仙佛居于高境界，他们的自然能力自然胜过凡人的。神仙早已能够腾云驾雾，你们最近才能使飞机走在云间，嫦娥早已奔月，中国女太空人世人阿姆斯壮最近才到月宫，不是都慢了一步吗？扬声，嫦娥奔月不只是神话传说吗？祭佛，那飘飘欲仙姿态与太空人没有两样。太空人上月球，也有许多人认为是神话，但事实证明了一切。你看广寒宫的零度，不是已经由科学证明了吗？来，喝一杯济公酒。扬声，感谢恩师，这种滋味太好了，甘甜滋润，没有一点酒味，真是妙品。祭佛，祭公酒是什么意思？扬声，祭公表示处处为公，不可假公济私，修道人更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。一个人如能像清风明月，青天白日，如此自己亦可酿造济公酒，喝此酒可以延年益寿。反之，处处为私利，存私心，则阴天暗地，狂风暴雨，在这种天气之下，制造的酒一定变质，味道不佳，此谓济私酒，喝下这种私酒一定中毒，有损身体性命。祭佛，说得好，这一杯果然没有白喝，再干一杯。扬声，感谢恩师，恩师德高望重，幸喜诙谐，在此明月之下，是否可以跳一下醉舞，唱唱歌，让弟子赏心悦目呢？祭佛，贤徒真会抬举，我也就趁此明月良宵与君同乐吧，我与你的肉体合一，唱歌跳舞，也可将此精彩节目转播给圣德堂堂生一同观赏。扬声，那最好了，不然我们在此享受，他们在那里辛劳陪着圣典，实在有些歉意。祭佛，好了，我边唱边跳，大家听着中秋佳节越来香，把酒举杯话中长，坐在青草的倚着莲池地，徒儿相对谈笑心神爽。说过去多少迷惘，如今何必叹沧桑，人生梦一场，毁誉胜败都令人彷徨，戏台上还不是那一样。看淡了，好事总是难成双，何不共驾慈航，有酒同岁，醒来五体拜月光。中秋佳节，多少回忆盼望，祝世人事事如愿以偿，哈哈。刚才跳了一出热门济公醉舞，使扬声肉体满身大汗，还踢掉了一只芒鞋，倒有几分像济公，诸生觉得如何？众人答：精彩绝伦，见所未见，可得六等奖。祭佛，哈哈，此奖就送给各位吧，我要天上一轮明月，指月印心，圆明皎洁，这个一等奖胜过六等奖礼。扬声，恩师歌舞已罢，现在一面吃东西，请恩师话南北，说些有关仙佛的故事给我听好吗？祭佛，在月光下，趁此良机，说一个故事给扬声开怀一番，也
可以让众生同享其乐。老衲就说一位富有风趣，人见皆喜欢，与我也有一点相同，惹人可爱的布袋和尚故事吧。弥勒化身的布袋和尚，明州奉化县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化身，他的一副尊容并不大好看，所幸他笑口常开，倒也没有人讨厌他。他最大的特征是肚皮很大，他的行为也是阳狂作态，疯疯癫癫的出语无定。住宿的地方是随遇而安，就地便卧，看样子他绝不会犯卧高广大床佛解。他的随身法宝是一个禅杖和一个布袋，他的布袋可以称为百宝乾坤袋，凡是躬身之具，全部财产家当都住在袋中，这里边究竟装了些什么，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。到了街市聚落村庄里，见到人家吃东西，就伸手求起李盐鱼祖之类的食物，不叫荤素，他接到手中，先咬一口，再分一半放进宝袋之内。假使袋中之物多了，就招引小朋友们找一块空地坐下来，把袋子倒下，让小孩子抢了吃，他在一旁看了呵呵的傻笑。因此一般小孩子不喜欢他和他在一起玩。有一次大雪天，他卧在雪地里一夜，不但没有冻死，并且雪不沾身，日此人们对他感到奇异起来。他向人家化缘，把化来的货品再售出去，将得到的钱去救济贫苦的人。总之，他自己是不存分文的。他是人极凶，很有灵验，天如果要下雨，他就穿上湿草鞋在路上急骤行走，表示大雨快来似的。如果是遇到抗阳不雨，他就拖曳高尺的木屐跑到桥上树膝而卧。日子久了，当地的农民都以他的行动为气象台，看他的举动就知道天气有什么样变化。有一次，有位禅师在前面走，他就在他背上摸了一下。那位禅师回头看他时，他伸手说起我一文钱。禅师说道，得出，给你一文钱。他就放下布袋，插手而立。又一次白鹿和尚来问他如何是布袋，他就放下布袋。白鹿和尚又问如何是布袋下士法，他就背起布袋而去。还有一次，宝福和尚问他何如是佛法大义，一他放下布袋插手。宝福又问为何如此，更有向上是否，他背起布袋而去。又有一次，他在街渠中站立不走，有一禅师来问道，和尚在这里做什么，他说等一个人。那个禅师又说，来也来也，他说汝不是这个人。禅师又问如何是这个人，他说起我一文钱。这都是他的禅境三昧。和尚有一次北上途中，遇见宰牛的屠夫，为其说法道，一切畜生是造业人的果报，你如今造业杀生，贪财无道，何不为其赎救活命，你知道因果可畏吗？又为之说记道，杀牛之人号罗杀，杀他自杀谁惊怕，
刀山斧拙计谋前，何结何时时解脱？和尚有一次接受农夫的供养以后，为其说法开示道：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，六根清净方未到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有一次，布袋和尚深夜独坐桥上，忽然有意宵小，探头窥看，而且对他有所图谋的举动。和尚朝他咧嘴一笑道：我是穷和尚，没有银钱的呀，你也不要妄起贪心，要知道贪财夺利的人无端造罪，要遭轮回之报。并慨叹地说计劝道：由贪轮多事波中，舍却贪嗔李大雄，直接凡情无所得，原名即照汝心中。一日，和尚在街市闹区中看见那些攘往西来的人群，无非是为名为利而忙，慨然地说计道：去利求名空自忙，利名二字陷人坑，急需反照娘身面，一片零星是绝黄。有一位福建籍的陈居士，请问布袋和尚道：和尚何姓何年所生？今年生腊几何？和尚答道：你莫道我姓李，二月八日生，我这布袋与虚空齐年。居士又说：和尚此去，若有人问，就这么对，不可堕他人是非。和尚以寄语答道：是非增爱事偏多，行细思量奈我何？宽却肚皮常忍辱，放开笑口暗消磨。若朋知己须一分，纵欲冤家也共和。若能了此心头事，自然证得六波罗。陈居士问：和尚有法号否？和尚已记答道：我有一布袋，虚空无挂碍，打开便十方，入十观自在。再问和尚的行李呢？和尚说：即答道：一波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青木堵人少，问路白云头。陈居士道：弟子于鲁，请求和尚开示如何才能见佛性？和尚答道：只个心，心心是佛，十方世界最灵悟，纵横妙用可连身，一切不如心真实。居士再问：和尚此去是住宿寺院中，还是住于俗家？和尚答道：我有三宝堂，里空无边厢，不高亦不低，无遮亦无障。学者体不如，求者难得样，智者解安排，千古无一将。四门四果身，十方尽供养。居士闻听开示后，合掌礼谢道：唯愿和尚留此斋宿，聊表弟子一点敬意。当夜，和尚书寄于其门曰：吾有一躯佛，世人皆不识，不塑亦不装，不雕亦不刻，无一块泥土，无一点彩色，工画画不成，贼偷偷不得，体香本自然，清净常皎洁。虽然是一躯，分身千百亿。布袋和尚在浙江四明山时，与蒋宗霸居士两人相处甚欢，出处饮食时相往来。和尚教他念摩诃般波罗蜜多心经，以此为每天日课，勤念不休。当时的人都称他为摩诃居士。有一天，他陪和尚在长汀溪中洗澡，和尚要摩诃居士为他开背，忽见和尚背有四目，迥然放光。摩诃居士大为惊异，于是作礼道：
和尚佛也，和尚当时言戒不得向人言，并对蒋摩诃说，我与你相聚同游了三四年，可以说有大因缘，我不久将去，你不要为此而忧。不多日，又亲至摩诃家中，对摩诃说，你要不要富贵？摩诃居士道，富贵何能长远，但愿子孙长远就好了。和尚拿出布袋一只，袋内装了无数小袋子，并一香一神，授予摩诃道，我以此物为汝纪念，乃汝后代事也。摩诃居士收下来，也不知是什么意思。过了两天，和尚又来对蒋居士说，汝解无意否？摩诃答道，弟子不解。和尚说，我欲令汝子孙如我袋中一物也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子孙长远下去，一代一代的，如我送你无数小袋一样。布袋和尚在真明二年丙子三月三日对大众笑着说，明年的今天我去弥勒果供养大众。果然于第二年丁丑三月三日，在月灵寺的廊下加跌磐石上而逝。大众这才知道他去年所说之言。当和尚在世的时候，四名的庭常不信佛法，又以和尚巅峰作态而不世事，他看见就加以诟辱，并且把他唯一的布袋夺下来放火烧掉。可是隔明天看到他仍然存着布袋，来去如旧，如此三次夺烧布袋，可是三次仍然复旧，因此庭常甚为惊异，不敢再烧了。听到了和尚圆寂，庭常自备棺木，后练已赎过去诟辱之罪，但众多人却抬不动棺木。另有一姓童的居士，他平素很敬重布袋和尚，所以另以棺换之。此时抬棺木者少，而抬之轻若毛羽，观者称奇，遂为其建塔于峰山之源。福建莆田县令王仁旭居士在江南天心寺遇见布袋和尚，后来在福州官舍又看到和尚，见面时和尚从怀中取出一封原书，交给王县令道，我如七天不来，你就把它拆开来看。仁旭一言，过了七天未见其来，就如约拆开看时，只有四句寄语：弥勒真弥勒，化身千百亿，时时是世人，世人俱不识。至此大家才知道，疯癫作态的布袋和尚就是弥勒菩萨化身。布袋和尚寂灭后十年，浙江的大帅派一官差因事史属回到栈道的地方，却会见了布袋和尚。和尚对其差官说，四名蒋摩诃者，你回去见到时告诉他，要他多多保重自己，以待相见。那时蒋摩诃已经在高山峻岭上自筑茅檐而居，处一黄犬自卫，每逢十米庆进时，就系百钱于黄犬颈上，出来东无敌米，往来二十里，从不有误。数时回来，将布袋和尚之话告诉了蒋摩诃。摩诃说，我已知之，随时设斋邀请亲友，斋后沐浴敷座而逝。弥勒又名慈氏，他修的悲心三昧，以慈悲为怀，忍让为先，所以弥勒化身的布袋和尚终年笑口常开，你骂他不回言，打他不还手，实行他慈心三昧的忍辱计。
弥勒菩萨的忍辱记。有人骂老拙，老拙只说好。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道，剃唾在脸上，随他自前了。我也省力气，他也少烦恼。这样波罗蜜，便是妙中宝。若如这消息，何愁到不了？因为他大度包容，所以人人见到他都皆大欢喜，直到今天。如果你有满腹心思，一肚皮烦恼，只要走进佛寺大门，看笑佛弥勒的样子，就会使你减少了很多烦恼。好了，故事已经说完，杨生也听得入神，你觉得如何呢？杨生：妙哉！布袋和尚弥勒佛与济公佛有一点像难兄难弟呢。其禅机三昧正是空前绝后，未知你们两人有何因缘？济佛：哈哈，弥勒当来下身，大开龙华盛会，斯时遍地成佛，众生皆大欢喜，到时候老衲这个癫佛也会下凡凑热闹，摇橹共驾，慈航大显身手一番，期待吧。好了，时刻已不早，月儿看到我们在此谈天说的，好像驻足脚步，停留在天上不动呢，我们得赶快回堂了，哈哈。坐在这块莲花胜的正是明月当空，回忆多少披星戴月的日子，为广度众生献出了心力，才有今天的成果。为师慈航博此，共为普化苍生而努力吧。杨生：感谢恩师带我来此赏月，共度佳节，又赐我这么多好吃的珍品，还有讲述了一段回味无穷的故事。济佛：这就是为师送你的中秋礼品，好好去回味吧。圣德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家家家十一零一一第十一回禅师说法，点心宴道客，活佛谈天，素食聊冲击。济公活佛降岁次，壬戌年十月初三日，1982年11月17日。师曰：非卵产教度苍生，胜比磨砂警示身。九载勋公开绝路，慈航广济不虚名。济佛：胜比勤磨恒河沙数，将美丽细沙磨得晶莹生光，字字珠玑，深深入耳，有振聋起聩功效。众生们从这些金沙中得到了无穷尽的宝藏，天堂、地狱、触道三部游记可谓劝世代表作，每部都流传海内外，而且还被外邦人士翻译为外文，流布度世，造成宗教善书一时之盛，功德无量。杨生：这都是恩师功劳，九年的磨砂旅程也尝受到了甜酸苦辣，但总算也磨出一点东西来。刚才看见恩师提着机笔在那里敲敲打打，又在用力磨砂，这个动作很有趣，不知恩师又在耍什么花样呢？济佛：哈哈，我的一个小动作你还蛮注意，难怪说修行者轻重为天下先，以后不可不小心。刚才我用软笔磨砂动作，即是以笔为刀，一气一搓，即在切菜，想煮一道罗汉斋给素食同道品尝一下。杨生：软笔如何能切菜呢？济佛：贤徒你有所不知，我在此服软，
以沙为米，磨沙成为米汁。再以文字为菜料，应配以甜酸苦辣的内容，怎么说不能呢？况我这个大厨师还可以随心应变，任意调配。你是我的徒弟助理厨师，我们已调制了许多高级料理给众生品尝，你忘了吗？许多读者在吃饭时，桌上还放了我们著作的盛典，在那儿佐餐呢。有者吃过了饭，一心一意坐在椅子上进餐，吸收我们所著作的精神食粮，吃得津津有味，难以忘怀呢。你记得老婆子卖点心的故事吗？杨生，以前好像曾经听过，但已忘记了。祭佛，这则公案可以启示世人明悟自信。所谓吃点心，要知其味。现我将此故事叙述一遍，可以令人回味无穷。德山禅师为悟道时，已经精究诸经，善解经义，他讲解《金刚经》，天下丛林都公认他是第一流的法师，时人皆称他为周金刚。他以为千劫学佛威仪，万劫学佛细行，然后才能成佛。时值南宗因盛，德山认为南宗慧能所说的即心即佛是魔说，感到愤而不平，故决心南下，倒巢穴，灭其种类，以报佛恩。有一天，遂丹青龙书抄出属书抄及《金刚经》的书文注解手抄本，经湖南里阳，路上逢一卖饼婆子，德山席间买点心。婆子指丹曰：“这个是什么文字？”德山曰：“青龙书抄。”婆子曰：“讲何经？”德山曰：“金刚经。”婆子曰：“我有疑问，你若答得对，便施予点心，若答不出来，且别处去，不给点心。”德山曰：“无妨，你可出题。”婆子曰：“金刚经有云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未知和尚点那个心？”德山顿时茫然无对。后来他往参龙潭禅师史悟祖师西来意，体认出本来心，遂将所持书抄焚之，并曰：“穷诸玄变，如一毫至于太虚，结释书机，似一低头于巨鹤。”因德山未开悟前所参究的是经教文字，也不过是沧海一粟，并且任何理论玄辩与道合意，不如求自本心，点我自信，使有明道之日。众生是吃点心还是点度呢？没有点到心的人，永远是吃不饱的。世人常常说吃点心，其实仅点肚而已，点肚者饱了又饿，不是根本妙法。修道也是相同，定要求得上乘大法无极妙道，才能解脱生死，不然只求皮毛温饱，为这副臭皮囊卖命，真是太不值得了。所以老衲今夜特来，摆个素食摊卖点心，货真价实，价格特廉。哈哈，一个肉包5元，打狗有去无回，划不来。老衲卖素包，一个1元，打狗狗不想吃，最合算。杨生，为什么菜包打狗，狗不想吃呢？祭佛，菜包没有肉味，这只肉狗不能臭味相投，所以老衲投下菜包，它无动于衷呢。杨生，那么这只狗是否没有善根呢？不然为什么不吃济公的？
菜包祭佛，众生痴迷拜神求佛，都想求寿求财求功名，学道都想看显化求神通。如某人看到神仙佛祖了，某人听到仙佛对他说话了，某人左右有护法神了，某人头上发光了，某人手掌能够运气了。听到这些消息，便以为这个人是活佛活神仙五体投的，叩拜不已，称作失败未祖，甘愿卑膝奴颜，任由差遣，自以为得到了，殊不知这都是吃肉包子。老衲今天卖菜包，就是要扫除这些行香，看谁神通，你先去旁边观察几天，看这位大师讲话是否谦虚，对人是以道德文章为话题，还是批评人非，自称己是未能事，再与他谈几句，问他如何修道。如他说修道要能见神见佛，通神通佛才行，那么这也是肉包子，没法见到真性子。这些都是心外求佛心外求道的肉包，只可饱肚，不能点醒而悟道，是周金刚未悟前的徒弟，并不能叫人超生了死，可谓值香修道。肉包上塑佛香，不能见性扬生，那么什么叫菜包子呢？祭佛菜包子比较没有味道，一般人不想吃，肉包子加油添热，一蒸肉香四溢，很容易吸引人，所以讲神通的道场观众比较多。如夜市江湖卖药摊，锣鼓声一响，海口一开，这位大师已成了一位活神仙，他的什么丸可以治万病，由头治到脚，买他一瓶药还附赠许多赠品，一些好奇观众取出腰包买一瓶药，还得到赠品一大包，乐在心里，自忖道我得救了，头痛的心想我的头痛快好了，胃痛的心想我的胃病有救了，摆肾的心想我的肾可壮了，脚酸的心想我的脚可愈了。那位大师一沾沾自喜，此瓶药真能药到病除吗？哈哈，也许有些病快好了，吃了这瓶丹丸真的有效，便是为神医大国手。吃无效的，大师说体质不同，非药无效不可，怪我。从这位夜市郎中行为来看，自吹自擂之辈，果能取信于夫于妇，老衲实在为这些痴人可叹。修道要追求真正能够解开我们生死的名师，他才能指点你了悟本来面目，教导你做事做人大道理，使每一个众生每日以反省检讨自己为功课，以行善修身为主旨，默默耕耘自己心田，在自己心地上日求其心，见位改良，如此而修，虽然不能见神佛的神通，但在自己心田上默默耕耘，虽然这些素菜园是属于静态的，但令人心旷神怡。再看那朱兰鸡舍内，虽然朝气蓬勃活泼生动，但多少生灵困在窄小天地之中，充其量只是肉包子的原料。今日老衲以此为题，起悟众生，你们想吃肉包子还是菜包子呢？扬生听了活佛恩师的一席话，顿悟道学道是自在我心，并没有什么奇特妙法，
唯有寻根究本才是正道，自己就是仙佛，何劳外觅？佛性未露，道怎能明？因此，只有磨出自己佛性，才是一尊自在佛呢。弟子向恩师买几个菜包子，充作点心如何？即佛：素包子无肉味，此包以面粉味皮，素菜味辛，圆满而包。火烤热蒸，其味仍素，没有血气，腥味，吃得饱，也开心。众生肚子饿了，想吃点心的话，老衲的素包摊排在十字路口，欢迎会故，我只举手之劳，包管叫你心满意足，吃一个太空粮食。济公：素包子包你终身不饿，还能超生了死，不再受六道轮回。众生何不来尝尝？扬声：恩师卖包子还在吹牛呢。济佛：牛吃草力气大，济公的素包最营养，绝非吹牛，哈哈。师徒在这里胡闹一番，浪费了许多时间，收起摊子到各地素食馆参观吧。扬声：实是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济佛：扬声下莲台吧。扬声：这家路边素食馆已经打烊，我们来这里要挨饿了。济佛：不是带你来吃点心，来此只是要告诉你，这家素食馆开设缘由。这家素食馆主人本来是以贩卖香肉为生，在一个偶然机缘下接近佛堂，闻到受师指点后，经过宗教洗礼及研读经书后，恍然大悟，知道卖香肉并非是一件仁慈行业，所以改卖素食，可谓放下屠刀之印证。虽然目前生意并不太理想，但可称为正业，善业已展露出慈光。扬声：这也太难得了。济佛：我们再换台中市另外一间素食馆吧，准备上莲台，已到了。扬声：这家素食餐厅我常来光顾，现在已过晚餐时刻，人较稀少。济佛：你看到这里有什么不同吗？扬声：觉得有一股檀香味道，还有墙壁上一些劝善文词浮出金色光芒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济佛：劝善文的本身已怀有善气，来素食馆的顾客坐下来，眼经常往四周墙壁巡礼，看到这些题词，往往顺口默念，如此阵法掩葬于此，射出一道善光。你可看那柜台上也有一些圣德杂志及各种善书，也发出光芒。扬声：对呀，柜台上的善书正发出光芒，但为何强弱不一呢？济佛：各堂都寄来善书，由素食馆代送，但其光芒有异，原因如下。以主持人经贩印善书事宜者，论其发心是否怀着正气，捐低位功态度是否严谨慎重。二、究本善书内容是否正确，有否私人偏见或不正之理论掺杂在内。三、究本书内容是否丰富，有否滥竽充数或粗制滥造。此三种原因决定这本善书之价值，越有价值光芒越亮。所以世人捐印善书亦要慎重选择，好的善书是要有真理的启示，丰富的内容，导人正信的正见。扬声：恩师说的有理，这是重内涵，
不重外表。执政论。祭佛，我们再换另外一家吧，已经到了，这家是在巷内，杨生来过没有？杨生，来过，这里生意还不错。祭佛，因外客较多，所以此客上有不少客人。杨生，这里壁橱也摆满善书，但为何有些光芒四射，有的光芒就淡些呢？祭佛，因为这些经书有赠送品、贩卖品，赠送品其光芒较亮，贩卖品因出版及贩卖者其善念比赠送的淡一些，因心中含有利字，所以光芒较淡。出版及流通善书者要出本钱印刷，若赚些利益用来卖售，并无过错，说来还有功德，但应以薄利多销为原则。若价钱太贵，使学道者破费太多，则太商业化也不好。现在各地印刷厂、出版社常翻印各地鸾堂出版之善书经典出售，这也给各地善信不少方便，但原则上应征求原出版者同意，并印注意文字之清晰，不可为节省排版费印制模糊不清之经书，或任意篡改内容据为自己出版，此都是不道德行为，老衲在此寄与各地善者往译此典。杨生，我们再到那里去呢？祭佛，现刻在往某路夜市的一个素食摊参观吧。杨生，这条大路已成为夜市，灯火通明，这个素食摊生意还不错。祭佛，开素食馆给素食者带来了不少方便，所以也是功德者。现在各处素食馆如雨后春笋，足见素食的人日渐增多，但老衲在此希望经营素食业者应注意下列几点。一、各种蔬菜要清洗干净，使素食者吃下新鲜卫生蔬菜，常养到根，身体健康。二、价格尽量便宜，帮助修道者，让人认为素食不但方便且经济合算，也可以引导非素食者进入素食馆。因此，素食馆卫生清洁化，价格大众化，给素食者带来健康身体，节俭生活，也等于帮助一个人修道。如此开设素食馆，等于设了一个天厨，聚修道者于一处共同进餐，给出外的素食者方便解决饮食问题，这都是无量功德。老衲今夜带杨生于台中几家素食馆巡礼一番后，做了以上言谈。为了避免误会，为那家素食馆宣传生意，所以不列出店名。说到好的不必欢喜，说到坏的更不要生气，有一日请老衲吃一餐吧。最后祝贺各地素食馆生意兴隆，素材广进，哈哈。今日就此结束。杨生准备回堂。杨生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。祭佛，圣德堂已到。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百分之加加加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。圣道旅程571 HTML 012第十二回，万家生佛，百姓皆得道，甘蔗守信，本性即香甜。013第十三回，平常心中，藏无量寿佛，真理之内，现万教真宗。014第十四回，弘扬圣德，
人和的天助，怀抱道心，灵性自逍遥。015第十五回，牵牛入瓮，犹如蛇吞象，欲念出笼，象是虎归山。016第十六回，光前欲后，得者归圣域，继往开来，修人的超生。加加加十二。012第十二回，万家生佛，百姓皆得道，甘蔗守信，本性即香甜。济公活佛降岁次，壬戌年十一月初一日，1982年十二月十五日。诗曰：孝悌家门道德风，人间和乐喜相逢。你修佛法开心性，我学真经正大雄。祭佛，人间多少纠纷，皆缘起于子孙不孝，兄弟不和，其因不外是各自私二字。小孩时称为兄弟，长大了成为隔壁许多亲。兄弟在孩童时情同手足，一旦长大成家立业，便为了家产或事家妻唆弄，兄弟成为陌路，父母便为冤亲。这都是私心做重关系，人际间之距离从此拉长了108000里，想来也真可悲。所以上天降道，处处开坛，想挽回颓风，复兴古道，其用心急在此。因此老衲奉劝现在的修道人，不要好高骛远，先从其家的家庭道做好，想要到西天的天庭道才有希望。很多人将人道抛至云霄，妄言修天道，却将一个和乐家庭搞得离心纷乱，在这种环境下以亏人道，想要登天，却被那股无形阻力拉着你不放，为此多少人道未成家已破，不了解的人便怪罪仙佛不作美。相信在圣道旅程中，许多人会遇到此种情况，所以老衲在这提醒世人，扬生准备著书吧。扬生，今日我们到哪儿去呢？祭佛，我们去游山玩水。扬生，恩师有此闲情逸致，不愧是位自在佛。近日弟子正在为出版济公活佛正传收集各种版本加以考证，所以很用心的加以研读，从书中体会到恩师的游戏三昧禅宗心法，确实活泼生动，道味十足，令弟子甚为向往。最近弟子也最心想学恩师的方法，以游戏人间方式修道，一定能够万家生佛，不知恩师看法如何，可否传些妙法济世，好做到资佛本呢？济佛，哈哈，扬生你已得有老衲心法，故办道活泼玲珑，不受拘束。受到感化者甚众，我看如此就可，若想游戏人间，如果一时忘记回家，岂不要流浪人间？我在灵隐寺出家，看不惯那些突办，所以又到净慈寺耍些把戏。世间处处皆有佛法，那些形相不能拘束我，既晓得本来真面目，姓李姓张姓王皆不是，这个我可关上百家姓，岂只有一家能去呢？家家我皆到，才能万家生佛，百姓得道。扬生如今也学我为了普传佛法，著作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宝书，比起老衲只有一本济公传流志还光彩多呢，莫非师度徒，徒亦不逊师呢？扬生，恩师游戏三昧中，
佛法无边，弟子只得万分之一而已，尚觉不足济世，是否可以赐些妙法呢？即佛心外无法，法在一心，念你日夜为圣业操劳，济世心切，可以准备蒲扇一只，改日老衲为其施法，赐你方便济世。扬声感谢恩师赐法济世。即佛好了，师徒斗嘴太久了，我们再化归正题吧。八德中性，自是多么重要。譬如一对青年男女因感情之事，两人有所误会，男的写了一封解释的信，其将事实澄清，两者的摩擦纯系误会。可是寄笔去的这封信却在传递中失落了，方莫周到，为此想不开而寻短见，这人命关天的事皆因失信而导致了不幸。信是一种信用的表征，自古道人无信而不立，修道者不信理，不信佛，不信道，自然也是没有成道成佛的可能。举目观之，找人带不来，或贩卖假货而失其信用，众生大都有钱，但都不敢随便借人，怕到时有去无回，这是人不能信人了。信为八德之一，今以修道而论，即是信仰。人由信心产生信仰，信仰而信任先佛的真经启示，此即思想产生信仰，信仰产生力量，循善而行道，故能成信而立地成佛。希望众生不要背信，背信即背德，无德成最深，最深之人谁敢信任？无人信任便为险了，是人你说是吗？扬声上莲台吧。扬声